这个光与热的东西。那么再把我们横栏跟喷火器组装完成，要把篮子倒下来以前，飞行员先做喷火测试哦，没有问题以后，他把瓦斯卸掉，然后把瓦斯关起来。现场的好朋友先说明一下，待会我们要展球的时候，请大家都退出我们的水泥地，好不好？哦，展完球以后大家就可以进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如果要展球，现在还没有，如果要展球的时候，请大家通通退出水泥地，球立起来了没有问题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可以到草坪上面那边坐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的球立起来了以后，那么大家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范围给大家拍照哈。那么现在大家都到草坪上，躺着吧，那个草坪很漂亮。那刚好草坪上面的天空是蓝的哈，躺着最好了。那么今天来到新北，我们带来的两颗球都是非常多彩的。那么我们请我们所有的新北市长会的，我们先到草坪去，待会我们球顺利立起来以后，我们会开放给大家进来的，没有问题。因为现在我们要展球，需要比较大的空间，为了您的安全。